12月24日，有一位娱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一组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，并配文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，穿露脐上衣搭配运动裤，衣着清爽，身形傲人，就是做运动的动作有点太豪放了，降低了他的高级感，偶像形象碎了一地。这一组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火了，金晨做运动的动作成了网友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。从该娱乐博主晒出的这一组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来看，这应该是金晨近期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。早在月中时，金晨就在个人社交账号中分享相关内容，没想到时隔不到半个月，这一组照片再次被翻出，阅读量居然超过了350万，网友评论数高达989条。看来这一组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确实很有看点啊。金晨在家中做运动时穿衣搭配就是一大看点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露脐短袖，搭配了一条灰色的运动裤，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一紧一松的穿衣搭配充分地发挥出了金晨的身材优势，显得金晨格外有女人味。整体来说，金晨做运动时的造型还是挺美的，另外金晨做运动的动作也挺精彩的。其实金晨做运动的动作并不复杂，就是金晨将这些动作做得太夸张了，呈现出来的美感比较诙谐，有点像故意在搞笑一样。就拿金晨摇头晃脑的动作来说，感觉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这也难怪该娱乐博主会认为金晨做运动的动作太豪放，偶像形象碎了一地。金晨在家中做运动的照片火了以后，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。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，少喝2两酒都达不到这种状态。还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觉像在施法一样。甚至还有网友表示优雅形象碎一地，可以说评论区污言秽语。虽然网友们的评价不太好，但是看得出来金晨给网友们带来了快乐。不可否认，金晨做运动的动作比较豪放，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金晨独有的魅力，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偶像形象。你们觉得金晨的偶像形象碎了一地吗？